各位朋友，星期五了 ，TGIF 8月9号银河市。哎呀，时光过得真快，一个礼拜这个这样子走啊。昨天川普呢，在他的佛罗里达马拉戈开了一个记者会啊，这一个多钟头哎，他是真能讲，而且站在那边，好像记者也都大部分是站。实际上几个重点呢、当然主要就是他答应9月10号，原来跟民主党的啊，他继续辩论。他另外9月4号跟9月20多号有两场呢，这个民主党还没有表示啊，不过我觉得应该要答应了、因为就是两个人都一定要亮相，而且呢这个基本上民主党的贺锦丽啊，他的很会选举啦、因为他就避免了一些访问啊各种各样，因为川普主任就在那边当然也一面攻击嘛啊，那当然了川普这讲的话你看你怎么样的，他就是重重复复，我是觉得他有一点老态了啊。这个以前看他还精神很焕发，他真的是这几个礼拜啊，不晓得干什么。这一两个礼拜，实际上我是认为他被暗杀未遂啊，再怎么样心理都会受影响，然后他就没有做造势活动，而且呢那时候他是大幅领先，就是基本上是觉得赢了嘛，所以他选个副手都没那么重要。所以现在人家赶上来了啊，而且他今天呢他跑去蒙台纳做造势，不在摇摆州啊，大家都说是目标是那七八个改变的啊，人家都慢慢赶上来，他好像也不着急，然后人家问他呢，他又这边吹牛说，哎你看我一直大幅领先，我根本都没有必要要造势，这个当然就是随便讲讲了。有时候我们听各种话真的是自己稍微要有点判断了啊，不过川普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昨天还又讲他那个地方多堂皇，这个习近平曾经在那边啊，就是很多重复的，不过基本上你可以感到他敢讲啊，就是这样的人。那这个哈里斯确实啊，他造势场合讲讲话干什么，听说拒绝了很多媒体要专访啊，或者开记者会啊，都没有啊。所以我在想，他一定也在恶补啊。我在想说，这个什么世界局势各种各样，也不应该是那么难的嘛。当然有人说可以听得出来，像我们这个每天看世界这些，你要讲我也可以讲出一套什么东西来。当然呢，对一些有学问人，也许认为他不行啊，他以前表现确实不好。可是我们也不能过去的事情嘛。那这个共和党现在当然就讲说，这两个极左的啊，在美国 liberal 或者是这种极到就是坏名字，很多人不喜欢，尤其是白人啊，他们就觉得这都是少数人啦、要这种权利啦，这个变态的啦，干什么的啊？那我们就等于是要看他谈谈他的各方面的看法，像他比如说以色列，他是不会，人家就讲他会切掉啊，他说不会，因为以色列的。在美国的政治是有一定的分量，没有一个人敢完全不管啊。那这当然呢，拜登那时候受有一些诟病，也就是因为对以色列的这么强烈的支持啊。那这个我们就等着看，他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了啊。那比如说民主党的说他们很 creepy， 是 weirdo 啊，还有一个比。我记得还有一个字叫 bizarre 怎么的，什么有一个字啊，就是反正都是怪人呐、可是呢，这个共和党呢就把这个袜子啊，这个明尼苏达副州长，他今年呢曾经签署一个一月多的时候，就他们的学校啊，四年级到十二年级什么的都要厕所里面都要放女生的卫生棉，他这个法令也是有点怪啦。他就是说不管男女啦，只要是有产生这个月事的话都有，因为这各种调查都是对这种年轻人啊碰到那种事真的是惊慌失措，一方没有经过这种震荡，又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啊，我们听了太多故事，我们当年纪也很大的，有时候听他们回想年轻的时候这种事情啊，就是学校的教育跟什么，因为真的是突然这样子或吓到，然后讲了一点影响这个读书的东西，可是他这个法律呢就是说男厕所也都放，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啊，你是不是鼓励这些同性恋啊什么的啊，我在想说有时候女生搞不好来不及了，厕所不够冲到里面去拿一个什么东西或怎么样子，我也不晓得他这个理论什么，不过当时
很奇怪，可是一个法案假如你要改一个事情，是改几个东西让没有通过也是不好，那他州长只是议会送来我就签了嘛，所以你要讲他也不能怪他是这样子啦，这当时有点亮。不过问题是放那边，因为男生不用，听说男生都很坏嘛，会拿那个做别的用途，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所以他们给这个袜子啊取个名字叫 Tampon Team 啊，Tampon 袜子还是 Tampon Team 啊。那民主党的很多人啊很高兴，他们就到处传，他们说这是对女人的一个照顾啊，对弱势。所以你看啊，观点差这么多，一方认为他是侮辱，一方面认为说我们就是对这个女人的一些事情要照顾。实际上很多国家对女人的这种每个月的事情的很多用品都不抽税啦，各种各样，这是个社会趋向。那个连那个川普曾经都签署了命令啊，在监狱里面要提供这些卫生棉的设施啊，所以也没有必要要这样，就跟讲他提早退伍啦，讲他这个什么说用的武器啊，说他没上过战场啊，这些都是很无聊的一个东西啊。当然也许你是共和党，你认为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也有一些中立的啊，我今天看 USA 这是算是很大的报啊，全国的一个意见栏，因为我给大家讲，我们看报纸啊，有些是意见，有些人就是把这些意见当作主流啊，假如说这个报社编辑那是另外一回，有些就是个人，可是他把它登上来表示平衡一下，他居然是支持共和党的啦。当然他也承认川普这个记者会开得很糟，里面因为川普一出来啊，这种随便一找就找到很多缺点啊，各种各样的。可是呢，他的结论是说，他再怎么样比这个两个左派的啊，这种各种各样，那美国的方向还是好。而且讲那一点，他主要是影射这个 Harris 的能力嘛，因为他以前的过去的历史记录是不好，所以我们就很期待这个辩论嘛，希望9月4号早点啊，因为他们说9月4号本来有一场福斯的，我不晓得民主党选举策略，所以我就说这个选举啊，我们讲选举人，实际上一大堆策略，一大堆隐瞒，一大堆什么，他主要就是说把我这些支持的搞得头昏了，热血一上升就投他了，而且要出来投票，那共和党就尽量阻挡那个，因为共和党人少嘛，这些大众的啊要查他的 ID 啊，讲起来是理所当然，可是问题是美国很多人他根本都弄不起的这个他的自由，所以这个民主党最近说要自由自由，讲那你自由也不能过分嘛，那是外面也传着说，哎呀，就是这无照移民，讲那一点啊，他有法律放在那边，你假如欺骗的话，抓到的话可以重刑的。德州不是有一个女的有绿卡，她不晓得，她去投票，这样被抓到了，好像好几年，还不要真的坐监了，我都没有去追踪这个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要这种方法，就等于是划分选区一样的，让这些这个黑人 Spanish 他们没有办法就不投了，不投人就少，人家就会赢。所以这个选举很多很多奇奇怪怪，像在台湾也是一样的，你就哪一个选举你让人容易流通，你不喜欢的话，军公教就要加班，要镇守啊，不准离营，这个投票各种各样的啊，台湾就一直没有通讯投票，所以都是花招啊，我的感觉啊。好吧，这个川普刺杀案呢，华尔街日报很厉害，又找到一个警察的，因为警察现在都有照相机嘛，里面有当时啊，就是说马上这些警察就抱怨，因为他们说老早都看到了，我跟这个安全人员都讲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人员里面有意的放水，我们不晓得要怎么样查清啊。不过基本上是幸好川普没有事嘛，讲那一点，哎呀，这个真是命大啊。好吧，马斯克最近也闹了一个新闻啊，他在有一个美国很多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党要自由啦、前进啦，他们喜欢 progress 啊什么的啊。那这个 MSCMA 就批评说他是 X 的老板啊，讲那点他很恶劣的，我根本都没有追随他，每天就是他的推特就在我的里面，我很少看啦，有时一看，哎呀，马斯克的就一堆。他呢说他有上亿人的什么追寻啊，然后他
就又喜欢讲意见，因为他现在支持川普嘛，所以讲的很多话都听说这最近有五六十个里面都很多都是夸大不实啊什么的，他自己老板人家不管他，就是没有这种检查，所以有人这样子批评马斯克。马斯克甚至在英国都跟英国首相也杠起来了，因为他看到英国不是暴乱呢、啊，他是比较就是反对移民，这他自己是个移民呢、啊，就是很奇怪的人，他就说英国要内战，那英国现在是左派当政啊，工党啊，所以那个 smart 什么的跟他对起来了，所以你看他真是有钱的没有事干了、啊，我不知道他脑袋是怎么样的，对这个政治事情还这么关心啊，他以前也做错了。Nancy Pelosi 的那个有一个人跑到家里面，他就讲说跟他有关，就后来都认为不对，他好像也没有道歉什么的啊。实际上我们人都会犯错了，可是他这种位高权重，全球首富讲这话就震动了啊。他这个报道很喜欢，你认为美国现在减肥的一种那个药啊，什么 Ozempic Pack 什么的，你以为都是富人啊，曼哈顿或洛杉矶啊，好莱坞啊这个用。他们去调查啊，是一个乡下在肯塔基的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有个大学啊，我一个同学以前在里面还教过书啊，那算是乡下嘛，肯塔基，说里面到处都是啊，就是因为听说这个 Ozempic 除了减肥还对人有一点什么帮助啊，那我就想起我们台湾的卖药啊，都是南部乡下，因为卖药很赚钱，你一讲说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买一本万利的啊，而且有些很可能对身体不好，像这个 Ozempic 也没有完全知道它的各种效果啊，可是就是乡下人是不太管的，就你们热卖啊。好吧，美国那个飓风 Debbie 啊，听说继续向内陆移动，那时候又说在佛罗里达说什么要再登陆啦，那最近消息要往内陆走啊，东西部啊，希望那边人注意，因为主要是下雨啊、洪水啊这些来的灾害啊，这个世界各地都有这个例子。好，我们加州呢，州长啊现在有点右派啦，说要清除这个移民啊、游民，实际上是主要就是这个法官这一关通行啊。当你说他说你有权利清除，他就下定啊，旧金山市长也听啊，还有很多州像洛杉矶县那个县就不听啊。他就说啊，你们不做的话啊，我对你的补助，这才是真正的啊，各种行政机关都有金钱上各种各样，他就说我就要削减你的这个补助啊什么的、啊、我觉得是应该清啊，可是问题是这些游民团体啊成千上万，实际上现在就主要说我帮你们移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你不要在这个公共场地搭营帐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啦、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执法人很不愿意，当那些人啊讲那一点都是精神有毛病，他根本都不愿意，他在那自由自在，每天谁就没有无拘无束啊，他们带这种型的人。好吧，讲一下奥运的花絮啊，这个看到一个女子啊，她的名字叫做网球 tennis， 她是一个泰国，看起来像中国人啊，就是泰国人，她得跆拳道第二面金牌吧，冬奥也得，然后这个《华尔街日报》很好玩，这种事他也去追踪一下、啊。他说，原来他家庭的人啊，所有的名字都是运动的。他有一个兄弟叫做什么保龄球啦、足球啦各种，他叫网球。不过他也是很厉害，在跆拳道让为泰国也得了一两面哈、啊、这样子的。另外一个在田径赛啊，巴基斯坦跟印度啊，他们的体育很差嘛。那印度好像现在还没夺牌、夺金牌什么的，不过巴基斯坦昨天打破一个记录，他们得了一个田径赛的金牌，是标枪。他这个选手实际上是四年前冬奥的三年前呢、啊、也得了银牌，不过冠军是印度的，这次他把这个印度选手给压下来。不过因为他们两个势敌，可是他们两个选手也是在那边互相问候啊什么的，让人感觉有这种运动精神啊。那这次奥运还有一个诟病啊，有人居然发现啊，像那个100米的那个金牌，男子金牌的，他跑200米就跑第四还第三啊，反正就是没有成绩不好。他是说他感染的新冠，可是这次奥运对这个你不管感染不染都是当感冒一样的，你要晒就晒，没有任何规定，传染人家也不太管。所以你看啊，新冠从四年前的这个毒蛇猛兽啊，到现在根本都没有人理他，
我听说这个洛杉矶的也是到处都很多人感染，我一个朋友在台湾也听说感染啊，说因为那个有测试剂嘛，可是问题感染就生的病就好了嘛，那会不会死亡率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奥运也是的，一下这样一下那样。还有一个特别报道，美国的街舞这次是奥运比赛了，不过纽约街头那些当初创造的人并不买账，我没仔细读了，我相信一定的啦，这个变成这种运动就跟它原始用意不一样了。还看到中国的游泳花式得到冠军啊，这最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教练听说是西班牙被开革的一个教练，他们请到中国去教也是一样，蛮了不起的一个记录啊。好吧，乌俄战争看到乌克兰呢居然反攻到这个俄罗斯境内打住了10公里啊，听说这个纵宽是30多公里，所以就300多平方公里那面积，打的第三天听说只派了1000个人啊，那俄国就进入紧急状况。我看到这个泽连斯基居然就讲很得意啊，我们要让俄国知道战争的痛苦，我觉得这是蛮小孩子气的啊。不过我就想说他们那么几个苦战的地方，他们还有兵力抽出来用来政治目的啊，就后来发觉啊，乌克兰还真的还有军人啊派到非洲去，他们在非洲啊，一个马利啊，一个尼日尔啊，都在那边作战，打的这个瓦格纳啦，当地的非洲人本人的军队啊，所以这两个国家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尼日尔，一个是马利啊，居然都跟乌克兰断交。我在想说，哎呦，他们国内打仗还有这种用兵啊？不过，哎，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太了解啊。好，在以哈上面呢，埃及啦，什么多哈，他们就再度的美国啊，要求他们双方上谈判桌。还看那个消息啊，说以色列答应上啊去和谈，因此呢，伊朗就不报复。我们也等着看嘛，伊朗这次到底会不会射火，到现在还没有啊，这样子的。好，看那个消息讲西班牙的卡托尼娜这个分离主义啊，那时候他们分离的就被他们抓起来关起来判刑了，他们就到处逃流亡。不过西班牙他们这个分离主义最近对中央政府效忠，说不搞了啊，我们是这样，他们那个主老被判刑的听说就回到卡托尼娜，虽然被通缉，可是呢好像警方政府也没抓他了。所以任何的一个地方搞独立都是要有实力有原则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看到中国对台湾啦、啊，就一直认为我们这种台湾的人是非常不愿意啊什么的。可是问题是，这种目标我不晓得，就是看时间啦、啊。像这种两个的这个，当有人就说，哎，我为虎作伥，这个长他人志气，那也没办法嘛，对不对？这现实。然后呢，听说有人就是说他们要组一个影子政府，影子政府就两个政党，另外一个先说我谁当总统，谁当内政部长。我觉得假如他选那些台湾的人啊，那些在大陆的很中国派的啊，那他们在台湾不就不要活。最近不是那个翁晓我倒是讲错了，姓不叫马，姓温啊，另外姓马的也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国民党立委啊，每天就被这些这个批评。这个马晓明啊，他爸爸是陆军官校29期的，哇，大我们10几年啊，也往生了。他那时候是第一名步兵科的啊，然后到美国受训啊，后来到去变成教书的，教理工，后来这个少将退伍的、啊、所以他就是说，我就是说我本来这样，那你怎么办呢？我表达我的意见。所以台湾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你不准你讲是这样子，那又事实又独立不了，真的人最后怎么样我都不晓得啊。好，中国发生一个人啊盗卖这个尸体啊，听说这个尸体里面有些元素可以来做医疗的一个什么样子的啊，有4000多具。那这位人士呢以前得过劳工楷模啊，所以我们对外面的各种的头衔你不要太轻易相信了、啊、就是这种人做这个。最后看个八卦，这个 Economic 讲的中国的首富呢，就外国的那个富士比啊什么的统计啊，说现在是这个拼多多 Temu 的老板啊，他姓黄，我还没有查，叫他一个英文名字，我不晓得他的中文名字什么的。他的资产现在486亿，现在他把那个农夫矿三全的那个老板给赶下来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当中国首富都是不太吉利啊，因为以前的首富下场都不怎么好，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好，就这样子，再聊，拜拜。